我现在测电池的电压，达到直流60伏这个档位。然后这个触点这里，这边是负极啊。这一边是正极，先这样测看一下电池有没有这个电压，然后我们再测这个充电器。充电器的话，中间这里是正极啊，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去测它啊。就是这个表的档位不用变，测完电池看一下电池出来有没有电压，如果有电压的话，再测一下这个充电器有没有电压，先这样测试吧。